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为了将真相掩盖，必须将装满日军尸体的船只开进芦苇丛中。然而船只发动机损坏，老王等人皆尽力抢修。在水面上放风的温大夫发现并报告，有渡船向坝下镇驶来。来者正是梅寡妇的婆婆白孙氏及白家老二老三，也是叶县著名的汉奸家族。何猷真和李从文发现几处联络站都被废除，传出的密讯也未收到回音。为了与上峰接触，何猷真铤而走险，枪杀国民党中有名的腐败分子朱营长。何猷真和李从文被捕入狱。您知道为什么让您在这停留吗？不知道。山田少佐他老人家在处理药物，不想见人。是不是啊？我这送酒都给我轰出来了。哎呀，可惜了喽。走吧走吧，进镇子。我陪着你。走。走走走。真够添乱的。哎呀，真不应该叫老王先回去。他们在这儿不也一样没辙吗？这日本货就是德行，关键时候掉链子。早知道这样，就不应该把这货船的马给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跟我火行吗？婆婆，别想骗我。哟，哎，啊，这汉奸婆子啊，白老太太又回来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谁都甭想骗我。哎、婆婆，不行，我还得跟他们喊话啊！哎，看他那模样，是想跟你来对话的，你行吗？我把山田架上去，我可以学他声音呢。都已经离那么近了，会露馅的。干脆我干你。呀，你能不能不杀人呐？我的专业就是杀人啊。你专业不是搞绑票的吗？没人赎撕票的都给我呀。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你觉得杀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你，李从文，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是嫌我身上有血腥味是不是？我没。你没有吗？你什么呀？你干这就你。哎，快，好了，快，快开船！婆婆，对，婆婆，哎，别走，哎，婆婆，哎，别走，哎，我一到这船就开走了呢，哎，你是从船上下来的？故障修好了。之前肖掌柜也是从船上下来的。不是肖掌柜送酒，我送行不行吗？你少忽悠我，说，镇里出啥事儿了啊？带伤的带伤，落损的落损，不会是你们跟皇军闹妖了吧？我警告你，李从文啊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让保安大队的人查你们。哎，我说你个老太太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理儿？呵啊，那皇军的事儿是您能问的吗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啊？不再是以前你跟我儿子后边屁颠屁颠的混着饭吃是吧？我错了。哎呦，你松开。我说还不行吗？切，说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事儿我可是冲着老太太说的啊，你们可不能传出去。这山田少佐今天追两个共产党游击队，追到这儿追丢了。啊！哎呦，他就以为是坝下镇的居民给窝藏了，挨家挨户的搜啊，甚至有些居民还被拷问了。结果这个时候怎么了？啊！你们猜，怎么了？那两个共产党游击队在后山被逮着了。哟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要不说我怎么给你甩脸子呢？这山田啊，特意把我叫过去，让我一定要封住坝下人的嘴呀。可是你看，你还问得没完没了了。你想一想啊，这传出去，这山田太君他妈跟无头苍蝇一样撞来撞去的，一是有失脸面，二他影响大东亚共荣，不是？是啊，这倒是。哎，对了，小北可说他们一大清早就走了呀。哎呀，你想一想，审讯这事能让孩子知道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怎么不对？我告诉你们怎么不对。小火轮昌鼎机枪旁没站人。
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皇军办事啊，每个细节一丝不苟，所以你的话逻辑不对。不是审问不让孩子知道，是皇军主观上不愿意侵扰妇孺。对了，游戏游戏游戏，是皇军主观上不侵扰妇孺。哎呦，你说你们白家人怎么就那么聪明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两箱礼啊，还是我们亲家的。对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走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崇文呐。最近霸下镇没什么事儿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是吧？非常的太平，都挺好的。啊啊！哎呦，他们都到了！哎呀，这不是洪家四兄弟吗？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……哎呀，秦先生，这样啊。这个你们先进食料，定金呢我回头就给你们，行吗？放心吧。哎哎哎哎哎，秦先生，哎，一会儿啊，我先把您的图描好了，然后来请您老亲自过目。您办事儿我放心。谢谢谢谢。哎啊，有劳您了。您客气客气啊，您留步。哎哎哎哎哎，哎，老二，老三，崇文，嗯，我家老二、老三住哪儿啊？哦，住哪儿？啊，住这个，哦哦，住就住镇公署吧。我那儿就两间房。你一单身汉嘛，挤挤嘛，大伙儿说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再说了。你说这俩大男人跟一寡妇住在一块儿，这成吗？啊？可是我这个就这么定了。老二、老三，去抬上东西，进屋去，然后回头啊，你们跟崇文去镇公署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快快！亲家，亲家呀，亲家，亲家呀！你看哈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嗯。这个你家堂屋后边不是有三间房吗？啊，对啊，对，这个你呢跟闺女呢先挤挤，那两间房呢让我跟我儿媳妇住，啊，这个等着这个贞节牌坊啊立好了以后，嘿，他们就走了。他们啊，对呀，我不走，我呀从今天开始就是咱霸下镇的人了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，亲家亲家！哎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到芦苇荡后，我把货船砸了几个大洞，但是有小火轮拖着不会沉底，这样鬼子的尸体就飘不走了。都这个时辰了，应该有人发现尸体了吧？放心吧，我离开的时候远远听到有尖叫声，估计是周边的渔民已经发现了。赶快去龙家吧，大家正在开会呢。崇文说你也要参加。已经有人发现了幽灵船，做得很逼真，我们可以收场了。祸端一起，不可能收场了。我们可以再给共产党游击队，但是整个叶县中队被端的一个不剩，这事情就太大了。日军会觉得形势严峻，必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啊！灭杀叶县中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情急之下，谁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果。我们保住了自己，但阻止不了事态的发展。日军的清剿行动是很残酷的，而且必将会蔓延到所有的村镇，包括霸下。届时什么情况都会发生，谁也无法保证我们的秘密不会被再次掀开。我们可以随时转移，等风头过去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没准就成了日军的驻地了。要知道，日军会调遣兵力，
在这里实行全方位的军事控制，八峡镇就会在防线上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正在研究嘛。事到如今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现有的势力格局。你是说挑起一场战役，让这片区域成为我军的势力范围？没错，大家都知道，现有的势力格局对我军和日军来说都很别扭。从整个大区上来看，我军、伪军、日军的势力范围交错分布，如果我军的兵力向东能扩展200里，既能填补自己的缺口，也能迫使日本人整合分散的军队急防在铁路沿线，难于登天倒是合乎逻辑。这么搞有点过分了吧？去影响战略大局确实很过分，但事到如今我们也别无选择。从文说的有道理，现在的势力格局对谁都别扭，我军或许也正在思辨。如果我军没这个意图呢？咱们强来，这就等于锦衣卫逼宫啊。伪纪跟组织接触也就罢了，还要胁迫组织，他可真叫找死啊。日军的清剿行动若推进到镇里，恐怕孩子都要遭到祸害。我军思不思辨咱们也得干，天大地大不如自己的任务大呀。可是梅玉香她婆婆在这儿盯着，我们怎么行动？她可是出了名的好事之徒，风吹草动就能闹妖。哎呦，这天宫都敢闯的这么一帮子人，愣就拿个婆娘没招没辙。婆婆，哎，亲家。这是我给您做的莲子羹，您清清火。行，我一会儿喝。哎，亲家，嗯，那儿媳妇嫌这炕硬，我给她换了个褥子。哦，要不您也换个？行了，亲家，我知道你俩在这磨磨唧唧的，就想探我个魂儿。可别嫌我这个人霸气。这事儿啊，我想了很久了。儿媳妇儿要守7年的孝，不容易啊。这贞节牌坊啊是个显章，可我这个当婆婆的总得有个以身作则的表示，不是？对。你公公啊，跟他那日本二房在大阪住呢，不需要我照顾，所以我决定啊，跟我这大儿媳妇儿一起过了。我现在啊会背好些佛经了。咱俩就这么着，你守孝，我帮着念佛经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！你们不会嫌我叨扰吧？不会，婆婆。大家的决定已通知给梅妈和梅寡妇了。嗯，都小心点啊！咱们得赶紧让这个白老太太走。他这个人疑心病太重，要是谁离开镇子久了，他就追问个没完；要是问不出什么，他就造谣生事。要不然怎么觉得他跟保安大队长关系好呢？啊，我总觉得他这趟来背后有鬼。嗨，无非是几面大旗看住他儿媳妇罢了，别把一个富人家的心机上升到战略战术层面。点慢点，白孙氏迷信得很，要不咱们抽调几个人装神弄鬼把他吓走。嗯，凭咱这些人的手段，装鬼应该不难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站长。陈素，这才2天的功夫都准备克服掉了，
哎，你说，这要刻个啥内容？这梅寡妇说了，装神弄鬼不行。现在这白老太太有一个大仙儿给她撑腰，啥都不出，她就是个滚刀肉，难怪何猷臻对她起了杀心。龙九现在比谁都急啊！人家刚跟梅寡妇绿虎上，能不急吗？我当然急。叶县中队没了，鬼子会有多快做出反应？你们比我算得明白。我有主意了，咱们就渲染你和梅寡妇有奸情，把那老婆娘气走。啊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梅寡妇没了贞操，白孙氏还能认这个儿媳妇吗？我跟你说，别让我查出来。您说这事儿，您动什么肝火呀？我能不动肝火吗？贞节牌坊上被人尿了尿，我怎么往上嫁呀？这个不得好死的。不就是为了臊咱们吗？臊咱们？凭啥臊咱们？说白了，人家看我是个寡妇。对对，这里边有事儿，有阴谋，想赶我走。哼，我呸！我儿媳妇不走，我就不走。想赶我走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？你一个寡妇怎么了？啊？什么叫我不走，您就不走啊？那你他妈什么贞节牌坊？这不是扯淡吗？这谁呀？这谁？走走走，看看看看看看。都八下身来搞这一套，得把老天爷笑我死！你什么贞节牌？我告诉你，龙九，你个屁贞节牌坊！你喝多了吧？别拽我！我今天非把这破牌坊给拆了不可！龙警察，你疯了吧你？老婆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跟雨香……我打你个贱货！龙九说的对，八下阵就是有你们这种奸夫淫妇啊！难怪人家往牌坊上撒尿，羞煞仙人了。牌坊立在这儿，你们不嫌丢人，我还怕遭玷污呢。婆婆，婆婆，我这些天呢，天天都在想这事儿。咱要立牌坊啊，绝对不能立在八下镇。我跟你回去，我梅雨香啊，不待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。好极了，儿媳妇回，我就回。哎，亲家，你可不能放不立了，现在就收拾东西回叶县，走。啊！怎么回事？不都跟雨香安排好了吗？我看明白了，白孙媳大气招招出这出啊，那是想逼他儿媳妇回去。声东击西，看来真实的婆媳关系。还得上升到战略战术层面呢。亲家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甭惦记啊！儿媳妇这儿有我呢。回去吧，闺女在我这儿，你放心。哎，龙家。你应该知道，咱们在这儿体验什么，都只是过眼的一场戏。美丽也好，凄凉也罢，早晚都会散场的。因为沦陷区环境以及那些特殊人员的自身复杂性，为避免任何的意外可能，自关注时起，中共组织亦将坝下镇列入了绝密，要求派入人员仅少发生外部的接触，甚至是自己的武装。姐，政委回去了。啊，我跟他说，除了驻地留守的那四个鬼子，其他的都不是咱们干掉的，所以这次栾山武工队不能受到上级嘉奖。叶县中队到底是被谁端掉？难道还有咱没接触过的抗日队伍吗？会不会跟那个抢咱马匹的女人有关系呢？我更关心之后的形势会变成什么样。
我们应该去叶县探查一下，最好能跟苍北的组织有些接触，相互研究一下。刘政委带来的，看来咱们还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了啊！这次外出，多加小心。是，是，没错，我们得马上展开行动。何有贞，你带上一个帮手，从叶县到苍北镇，绕过封锁进国区，设法惊动上峰，逼其做出调整势力割据的决定。上方是不允许我们主动联系组织的，但是情势所逼，也只能一赌。尤镇，这次行动牵扯面巨大，成败难料，所以处处要多加小心呐。小雨，小雨。啊。哦，那个，届时派我、长虎，还有他的伙计，一起护送尤镇到叶县。我跟他们一起去。你一个学员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有事没事就往这梅寡妇那奔。龙九，用不着那么焦急。梅寡妇机灵得很，她会想到办法从婆家脱身的。随便你们，啊！我就想啊，一个中队被联国端掉，现在的情势肯定不同往常。鬼子明白苍北镇的地理环境很难截住人们往返国区，所以一定会在去苍北的路上设卡，身上掖着枪。想要稳妥的过路卡，最好是坐警署的车吧。没错，警署方面的事情呢，只有龙九能搞定。啊，没错，少掌柜，龙九也该参加点实战了。去吧，尤镇，这回行动呢由你负责，需要什么样的人手来帮忙，你来定。违反纪律接触组织，弄不好还得逼宫。看来这趟任务近乎寻死啊，总觉得带谁都有点缺德。看来得带一个人见人烦的货，就你吧。啊？你说这么小的孩子，这心里边都想什么呢？妈妈，姥爷，未来的爹。每顿牛奶煮沸后，再晾温火了。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喂。你早点睡吧。哎，哎，安全回来啊！我还等着从文回来做小妞的爹呢。生死未卜之刻。希望身边相伴的必是恋慕着的人呐、啊。你或许能瞒得过别人，但是瞒不过我，还有你自己的心。七原中队被干掉之后，皇军给驻地派了支小分队，据说大部队马上就到，我们要出大事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们兄弟还是小心为上啊。明白，明白。来，来，东西先送您。客气。来，来，你们先上车，上车。哎，你怎么说不明白呀？这不为难我吗？不就搭个便车吗？这李镇长啊，带个女人出去私会，要是盘查的时候遇到熟人，臊不臊啊？这女的有婆家？婆家是没有，但生了个孩子，据说是李镇长。行，看在你的面子上啊。哎。现在的新规矩，除了军政机构的车辆，都得检查。快点，检查！
下一个。好了，过去吧。对，好。住手！晚上我们工队将红缨借马屁一用。哎，后边路快点跟上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。警备状态，所有道路全部戒严，全境戒严，警备升级，任何车辆都得检查。回动，高运动。哎，好好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新派驻的日本军队来了。啊，长官。哎，油车边的那个女人，好像是通缉令上的人。你下来。何友贞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太不仗义了吧！闭嘴！你跟共产党有那么亲密吗？屁事啊！哎，你还是不是警察呀？我是帮你们追共匪啊，哪想到他们那么狡猾，我一打轮打偏了，误会误会，阻挡了我们的追捕，混蛋！身为地方长官，我也想尽一份责任呐、啊，滚滚！哎，自找的不是？有时候啊，这好心未必能办好事儿。哎，哎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开车差一点就追上他。回来了。嗯，他们全都过去了。现在外面全境戒严，咱们必须马上回巴下。好，行李我也收拾好了。记住，出门以后尽快把家伙全都扔掉，否则出不了县城。好。龙九呢？上厕所。嘿，我还没在意呢，去了半个多钟头了。一定是为了梅寡妇。我去把他追回来。等等，不追了。啊！咱们自个儿走人。怎么了？干脆就让龙九把梅寡妇勾走算了。
一旦他们的关系暴露出来，白家肯定震怒，会休掉他们那个儿媳妇，也挺好，彻底摆脱这个麻烦。可是梅寡妇当初是扛着贞洁牌坊的大旗回的家，这么快就闹眼睛，合适吗？这样不是更让婆家讨厌吗？留封信给龙九，咱们走人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！罗司令最近忙啥呢？啊，来叶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哎，还不是起源中队的事儿吗？一个没剩，日本人都震怒了。抓了俩共党，返回的途中又遇到袭击，这八成就是游击队干的。哎，老太太，这个游击队啊，是越来越猖狂了。日本人那边。 准备来一次大规模的扫荡，嗯，听你婆婆说，你是霸下镇的，是，回去跟乡里乡亲们的多叮嘱叮嘱，啊，那些不知道根底的陌生人，少让他们进镇，兵荒马乱的，惹了麻烦，是不当的。哎，她回婆家了。 啊，我这个大儿媳妇啊，人干净，守孝到现在了。倒是我这个当婆婆的呀，时不时的觉得替她委屈。等一下，我得多好，你要来当中吗？好，婆婆，吴司令，我先出去一下了。 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！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是为了多摸些情况，我早就来了。 崇恩和幽真应该已经展开行动了。你回去叮嘱大家，日军准备展开大规模的扫荡，让大家小心一点。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我会想办法脱身的，不过要过段时间，白家和和平郡的吴司令最近神神秘秘的，我想探探情况，跟霸下镇没关系我才好放心。我都已经等了一个礼拜了。我们这是任务，你不要感情用事。我们的任务就是生活，你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 作战换职，我有心理准备，但没想到会变成个酒楼。是啊，几个联络点好像都已经被废弃了，发出的密讯呢，也没有得到回复的信息。我想是不是间隔的时间由于过长，我们的密讯形式被禁用了？其实即便有人注意到我们，上峰也会尽力解除。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了，这本来就是个铤而走险的行动，对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回去等着。 至少有50%的概率能有人在计划时间内给你接触。哎，我们俩应该是梦不离焦。少啰嗦，这次行动我是负责人，照我说的去做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赢取机会。轰炸东京，客官您慢用。轰炸东京，来，嗯，哎。
哟，这位姑娘是？别动！把枪放下！别动！都放下！信不信我开枪杀了你们？把枪给我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想得美！看看这是什么地儿，走得了吗你？你能不能不添乱了？我们的枪是有点少。你又不是没经验的人，故意的，对吗？哪能让你一个人出风头？都说你面见人鱼，看来还真不是假的。赌一条命就够了，干嘛非要把自己添进来？两条命在一起，就能多一份应对，对不对？若能活着，你就是我孩子的爹。枪杀周营长，受谁的指使？营以上军官被刺杀，都要上报军委，所以我们不能在你面前说这事儿。这事情到不了军委，我不了解你们的底细。万一上头有人，或许这案件本身就牵涉到什么，所以我压下来了。你这可是违反军纪，因为我要你们给朱营长偿命。那朱营长是个有账就躲，有便宜就抢，出了名的贪官，像这样的人不该杀吗？他是我小舅子，这理由够充分吧？从各方面口碑来讲，你祖成武祖师长是一个很正派的军人，但我老婆不是。后天一早，拉去虎口枪毙。是。何大爷，哎，布丁铺子了。清早的大花生刚送到啊，我让那送货的再往井里头摘一遍。哎呀，我至于这么讲究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家那亮招牌啊，靠的就是这讲究二字。原料要上等的青岛大花生，那颗粒大饱满，而且啊，经过古法的烘焙、蒸煮、压炸六道工序才能炸出来呀。哎，对了，等这个油出来了，我给你递两瓶哈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秦先生，你这不对呀。怎么了？孩子们都放鸭子了。嗨，一直啊也没有重温的消息。这心里老是忐忑不安的，真是闲置的年头太多了，这心里的素质也退步。离大家计划的时间还有几天，静等吧。你看人何大爷，气定神闲的。日军已经部署扫荡了，听到这个消息啊，这么多气的恐怕不止我一个。我最担心的是从文和尤真他们要是没成功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净说一些没用的。从文跟尤真若未成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成功，做成人。就跟让龙九跟着去。陈与否也好传个讯息啊。龙九，
现在除了梅寡妇，还能有什么事让他伤心啊？针件啊，还真不错呀！衣服都自己做，这点算什么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对了，前两天呢，吴司令的副官来叶县了，还专门打听你的情况呢。我听说，他们常会找些地方人士做剿共的眼线。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，有些事儿啊，避还来不及呢，千万别往上贴，共产党可不好惹。你公公跟吴司令啊，那是发小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亲情上的事儿，放心吧啊。我担心的是二叔，总想着维持会呢能给他派些人马，可刀兵就是劫，总归是危险呀。打你公公那儿起呀，咱们家就为日本人干呐。婆婆，嗯，你说公公为了那个日本女人留在大阪，您不怨气啊？怨气个啥呀？你说要是没有这层关系，咱们家能吃香的喝辣的吗？媳妇儿，你对吴司令的印象怎么样？啊？什么印象啊？哎呀，我这大儿媳妇儿啊，掏心掏肝的为了婆家，真让人感动啊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倒是你婆婆呀，替你委屈，年纪轻轻的。难得呀，一个女人哪根金条子难熬，我懂。吴司令这个人呐是重感情，老婆去世三年了都没再娶啊，难得他这次对你有好感，我寻思着。哎，婆婆啊，您这些天跟吴司令神神秘秘的，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这不是好事吗？那您刚还张罗着跟我见贞节牌坊呢。哎呀，我不是为了拽你回来吗？婆婆，行，我知道这事儿对你太突然了，我给你时间考虑啊啊啊！我走啊。答应了吗？着什么急呀？这事儿对我有点突然，得挣扎几天。就说你们说啥好？大嫂可是个坚韧的人。嗯，婆婆管得严，她才坚韧。婆家手指头要是一松快，还不定怎么着呢。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，大差不离。这事儿你懂的。那个，有了大嫂啊，就不用逛窑子了，是吧？啊，还能保证吴司令的身心安全。我终归觉得，这对大嫂不公平。我说你是白家的种吗？啊，这点事儿你想不透？哼，咱们家有个日本二妈，再生了个吴司令，那可就齐活了。送出一个你大嫂。换回一个长治久安，值不值？啊？三毛钱。行，来装上吧。找啊找啊，谢谢啊。白家和保安大队的吴司令勾结，对八家镇半点影响都没有。他们家老二不是总想把咱们那片拉进他的势力范围吗？维持会流氓多，他可够不上。那你就能放心脱身了。白家想把我卖给吴司令，正好趁这件事我狠狠地得罪吴司令一番，两家反目，让白家记恨我，到时候咱俩的关系再一公开，我不走啊，白家还得赶我走。就这么办。
离计划时间没几天了，咱们赶紧争取在局势笃定之前回巴峡。 官兵们正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哦，哎，啊，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官兵们正在接受检阅。哦，有人来视察呀，难怪明天早上要枪毙我们啊！啊，这么给面子，应该是军委的人。 李宗文，啊，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？你是想绕过组成武，直接跟军委的人见面？没错。军容整洁，训练有素，非常好。就是三营的营长怎么换人了？我正要向军委汇报此事呢。三营营长朱大长贪污腐败，影响恶劣，已于昨日被我正法了。什么？ 邹师长，你应该知道，在非作战的情况下，处置营级上军官必须先呈报军委啊。此事一旦先呈报军委，我夫人必定上蹿下跳，疏通关系。哎，你也知道，以他的背景，未必保不下他这个弟弟。可朱大长不杀，难为军心，所以我只能先斩后奏了。邹师长。 大义灭亲，刚正无私，让林某佩服。长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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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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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话说，有话说，有话说。私闯军事要地，毙了他们！组长，我你干什么？你想杀人灭口吗？ 既然他们有话说，不妨让他们说一说。刚才说什么？朱营长是被你俩刺杀了。如果林特派员还有什么疑惑的话，可以跟在场的几个人去对质。我想，组师长还没有来得及跟他们统一口径。 为什么要刺杀朱营长？这个不重要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个也不重要。莫名其妙，是你们主动来找我的，现在又不让我知道，我有什么理由让你们离开军营？我们只需要你做一件事。军营。 在明晚之前，把这个字条呈交军委。这什么？这个你无权知道。交给谁？于立人，于主任。 下面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必须一字一句牢牢记住。是。大会战期间，有一批皇陵藏宝因来不及转移，途经叶县时就地掩埋于坝下。为了防止哪怕是极低概率的意外情况发生，明天你和你的协调人
将带领大屋协调中心从各方抽调的人手，以家庭为单位，伪装成难民前往坝下生活。生活？对，你们的任务就是生活。任务没有代码，没有记录，没有期限。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当中，必须将真实身份抹去，直到新的任务下达。什么藏宝需要这样？任何一件都可以换下一座城池。谁是我的协调人？从文。精兵不畏杀敌，切记守灵，有意思。从文，李从文。李从文，你必须要明白，人生的每一个转折都不是偶然，明白吗？懂懂懂。这就是萧月。幸会幸会，李从文，李从文，幸会啊。萧月，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当中，知道藏宝之机密者唯有你和李从文，这足以可见组织上对你俩是无比的信任呐。所有人亦当作如此理解，日后的霸下，你俩拥有高于一切的权利。明白。东展二百里，天衣在无缝。早就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了。目前的势力格局，对于我军和日军来说都很别扭。东展二百里，我军不但能填补上自己的缺口，还能迫使日军整合分散的兵力，及防止铁路沿线频繁拉锯，变成全线对峙，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。从战略上来讲，这的确是个可以用来讨论的议案。东展二百里，霸下镇就到了我军的势力范围之内，那批皇陵藏宝会安全许多。什么叫安全？霸下镇此举无疑于邪王乙丙寿王已令，这叫逼宫。战争是实力的对弈，无论成败都有后招已备，而锦衣卫协政事态发展无法计量，后果无法估计，这才叫危险。于主任很清楚自己的恐惧源自于什么。霸下镇镇民多数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，甚至有人参加过一战，但自己若不是以抗日为概念进行组织，他们不会臣服于任何政权，他们是灰色的。鬼子和伪军已经积极展开扫荡了，从布局上看，规模很大，持续时间也很长。刘政委要求我们联络各分区的游击队和武工队同步行动，重中之重保护敏感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剿灭七原中队这支武装到现在也没模样情况。先暂时放下吧，危难时刻那支抗日队伍应该在危难时刻还会再出现吧。这一下子汉奸，我早晚除掉他们。白家是立志要做汉奸狗腿子，可是鬼子和伪军就没正眼瞧过他们。老太太，给您包子。儿媳妇，哎呀，你手太慢了。对对对对对，
这眼看着成自己家人了，这没那么多客气的啊。坐。好。老太太，哎，我是个当兵的，喜欢直来直去。既然双方都是这个意思，今天就把聘礼定下来，黄鱼20条。这是你们家老二是吧？啊，对。把我部队当差，做我的副官，管理日常事务。老二，还不快谢谢吴司令！吴司令，谢谢啊！慢着，吴司令啊，我觉得就您这样的条件，比起我们家的需求来说，差得有点远吧？哦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哎，不是婆婆，你看，咱们白家怎么也算是地方大户呢。这点小户就把咱给打发，人家不笑话吗？吴司令啊，您呢快人快语，我呀也跟您说个敞亮话。我们二叔啊，跟您的部队里怎么不得有点实权呢？二叔，这个营长大呀，还是团长大呀？团长，你他妈还挺明白啊！你看，我们二叔通文识墨的。你说在部队里面怎么不得当个团长啊？是不是？有人有枪才能一展宏图。还有我们家三叔呢，我们家三叔也得进部队，他为人啊仔细，管您的钱啊正合适。哎呀，老太太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老白家把我算计得挺彻底呀！啊，这呼啦啦就弄走了我一个团呢，还他妈得把财权交给你啊！哎呀，你个二手货，你也不看看，你他妈值不值？哼！哎，吴司令，别！妈，哎，你说你疯了吧你呀？吴司令，妈，我这不都是为了大家吗？我呸！不是，哎呀，我。雨香，白家的人啊，算是彻底把吴司令给得罪了。他们憋着一肚子火呢，这下可有的和我闹了。你先回八下镇，你一个星期之后再过来，估计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跟我闹得不可开交了。委屈之时遇到相亲，一番衷肠顿生情变，这也是合乎常理的呀。就是这一个星期，够你难受的。过顺溜日子哪能被夫家休啊？那你多保重。再过一个星期，雨香就能脱身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梅寡妇比你机灵。你们这是从文和邮政的行动一直没有发回讯过来，今天是最后时限，若零点之前再等不到，很可能就是败了。那就没有误差期吗？
整个行动设计在时间上的衡量是最为周密的，误差期已计算在内。怎么混进组织的呀？连个发卡都撇不好。哎，混进组织要学会先别发卡吗？你们女人太难伺候了，这都几次了还不行？差不多行了，来来来，再试最后一次。算了算了，七八回了都没弄服帖，我要不是缺镜子，才不会找你帮忙呢。给我。今晚，于主任会发密电过来吗？科技密码，必须两日内恢复，最迟不超过今晚。如果12点前还没有得到回复，那就意味着我们败了。败了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如果败了，日军的扫荡会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。没错，这躲也不是，不躲也不是。若都躲进山区，那霸下镇就空了，很可能会成为日军新的一个驻地，到时我们想回来恐怕也难了。可是不躲出去，这能谁能保证不发生意外呢？我觉得大家别失去信心嘛，这不是还没到最后实现吗？我们只是预估失败以后将要发生的局面。那万一……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从文和尤真行动要是失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还是祈祷他们不要失败吧，否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这次行动本来就是一赌，胜败的概率各占一半。胜算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。势力格局做那样的改变，对我军只有好处。没错。可锦衣卫逼宫是犯了大忌，上峰会认为我们非常的危险。逼宫的确是大忌，但是上峰应该能体谅我们的难处。其实，大家都在赌，赌我们的忠诚，也赌上峰对我们的信任。不，这次行动赌的是我们的价值，赌的是59名训练有素的精英会不会被牺牲掉。事实上，有点很难确认，毕竟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跟组织发生半点联系。行动成功，从文和尤真怎么往这边传讯？我是说，也有可能会在传讯上面出现什么障碍。怎么传讯不重要，因为若是成功，霸下镇就一定会准时得到传讯。